那在下斗胆讲一句，请宗师回归寺中，玲珑之命，无情纵月，以何从剑为足苦枪还？合纵相望，三宗也极力协助恢复。过去既往不求，来日决心合力，宗师可观乎？你是为我心里妖言失踪，那怎样才算是报仇？难道非要杀尽三宗，才算是为玲珑报仇？难道要独尊合宗，才算是复兴合宗？宗师，你在乎的到底是合宗，也是你领导的合宗？如果合宗能复兴，太过黄金好计一数，虽又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奔波，但让小之处，红逍遥之处，千金笑之处，贵海血海下血之处。自尊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奔走，却不准别人为别人的利益奔走。无论之前因有怎样的分歧，到最后因仍是齐心合力，共抗共敌。即宗师你，你却到了此时，也在为自己打算。如果这无算是自私，那世间真找无一句来解释这两字。我杀了你，再看你怎样给将谁来？你不能再自杀的。龙飘萍，合纵正当危急存亡之秀，你可愿回归合纵，助我一臂之力？我，难道你忘了自己的初心？忘了合纵多年的情谊，忘了当年大战中并肩的同志，热血的战友。我早就退出江湖了。这世上将无江湖，所以无人能退出江湖。这擎天巨浪扑向你时，你只能选择应运而上，差别自在。你在哪所尊上？寺中需要你，龙飘萍，你是合纵的人。我。黄金，回头吧。今后希望有一天你别后悔，亲手葬送了合纵。如果合纵真正被历史湮灭，那迄个罪人是你，不是我。本来也是一个富人，只是受薰衣广大门派欲望，掩盖了伊的本心。一同回青宗吧，路上夹无要紧些问题，需要请教阁下。